大规模消毒花圃地点停车空间都不放过，因为这边就是疑似新增确诊者的办公室。他当时是原本没有被框列，而是跟区长讲有去聚会，才赶紧帮他安排采检。框列里面都会有一些漏洞哈，因为在这里面不管是在记忆，就好像大家一样，你去参加一个聚会，你是不是能够记住你同桌所有的人？坦言有漏洞。据了解，这位里长就是民间社团前会长的友人。当天这场活动一起站上台唱歌的就有六个人，五谷如粥，因为民间社团参会感染的就有十一位，足迹包含婚宴会馆、按摩店等等。可怕的是，疑似确诊里长母亲节当天还跟当地议员一起发抗奶心，大家有时间就赶快来参加。现在议员也是密切接触者了，还在里民办公室举行按摩活动。有时候去菜市场刚好经过，所以顺便进去拿那一朵花。对对啊，这些情形我不知道。哦，老师啊，现在会不会很怕？不晓得，因为都没看到人，不知道呢。不讳言，拿过可能确诊里长送的康乃馨，但似乎还没警觉心。会惊不？哎呀，会惊。还会来这里放吗？我们车子要放别的地方，他的接触的人太多了。新北狮子会聚会爆发群聚感染，一串下来就有11人确诊。指挥中心说他不能称为超级传播者，而且里长目前的筛检报告还没出炉，但这位疑似确诊的里长的确成为了漏网之鱼。新北新闻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